了啦。我没有，我要去买鸡腿。苏凡，苏凡，苏凡，爱豆的笑容。你在看，你在看建国对不对？建国又怎样吗？他在哪里？没人。我就知道。你今晚请去这个角度啊，最好不要去了。最好不要去了。OK， 不看了。干三角也退流行了啦，干三角也退流行。哦。够啦。哎，他在这个。他戴这个口罩比较贵的哦，3D 口罩。啊，我五十过来啊！我你给他扣个，看来好。我无你咧讲。橘子早安。你可以先站旁边啊，有太阳。你买这个比较贵的口罩呢？是我买的啊。三 D 口罩。屏风早安。天白没车的。我叫我起跳停卖嘛，卖啦！天不亮刚刚，就好时啊！对啊，那是那个。你爸在干啥嘞？要求。我现在健康起来了，你老爸要做那天桥那路费啊？要路费有办办啊？那我哎，我你也不会啊？你怪老呀！你知道我怎么买啊？来来，我猜你问我。我干不干啊？干不干？那都给我。来，给我包。来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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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，看看，等一下，不要了，开大概还要半小时。那个，哎，我要讲什么？你看他们很辛苦吧？像我拍这个，我是不用成本的，可是他们东西都是用钱买的，他们压力比我大很多。好累哦。拜三拜六，那我礼拜真是礼拜。拜三拜个拜六啊！当心呢。
好动心了啊！无啦，健康时啊，对啊，咩？健康时啊，今仔日啦，哎呀，紧去找，紧去，为做无呀？真嘞，真嘞，安慰一下，真嘞，你莫过去三分钟尔，真嘞。OK， 再见，拜拜。有那个盒子装的那虾子，有啊，那种好像比较大，不一定都一样，只是用盒子虾的话，用盒子装的话，有些人习惯是买那一种，因为买盒子盒虾，他觉得好像比较，很口子口，他都这样买啊，对啊，还有些人习惯是买盒虾，他心里会比较舒服，可是其实都一样。里港今天有拍卖？有啊，里港今天一定有啊。你那边讲，建志你要去里港吗？你知道在哪里吗？里中路。你看一看，里港八点半左右才去差不多。八点半去差不多。建志。比较脆啦。那都都需要。比较脆啊！脆是阿友，脆阿友比较脆，阿跟你有点脆。刚下面有啊，加州楼。哎，你是九班哦。哎，今天没有乱跑，今天这么早就来了，没有乱跑。连跑他走啊？对呀。你刚爬完到。阿姨都找不到你哎，阿姨都不知道跑去哪里了。找你，注意你啊。对呀，都不知道跑去哪里了。你知道在隔壁而已哦，你那个建制，你去的时候帮我讲一句话，是阿布叫我来的。菜啊，川汤也可以啊。这样干杯啊！回啦。他们都叫阿虎，阿虎啊。你去的话，你去里港的话，记得帮我带一句话说。是阿虎啊，叫我来的。海菜啊，海带跟海菜不一样。你帮我讲那句话，是阿虎叫我来的。好，旁边的好多就说：“林老师哎，阿虎啊，拢有代志，拢有叫。”海菜，你要买多少？运动你要140。可能会有优惠，我不知道。你说阿虎啊，叫我来的啦。你说哦。你来看红豆是不是拍到变绿南瓜？我是不会卖货的。亚洲卤，跟你那边混的一样。会有拜拜。你们就来呀。先给他，我在哪里？四包三元。我两天来就走掉。你阿公，鬼公，哎，红豆你变散啦，哎，你是拍到变干去哦，无那变那散。200。红豆你啊。200。红豆。你冻起啊。靠你啊！太敢怕啦，你唔知啊？乖，让你知影乖啊。不要。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你卖个包，你不能包。哈哈哈哈哈！啊！有鱼吧？啊！有鱼呀！可以。可以。可以啦。喂，我搬东西。对，过去要帮我带花哦，而且要弄红豆。啊，红豆一块一个山呢，今日头上大拍到变干。哈哈。我想看到他那盒子装的虾子，盒子装的虾子，他不知道还有没有留，因为他可能拍开来的吧。好像有。还有什么？盒子装的。
想买嘞？两百。不要了啊、哦。老板，四只五百，四只五百，四只三百。哎、欸，对，离港，因为离港那边晚比较晚市啊，所以通常是八点半以后他才会摆好，不然你太早去会等他们摆，你怕你太热太无聊，因为不是怕你太热。离港应该不是开玩笑的热，所以我跟你讲，八点半去比较不用等。现在人买三百，哇，三百块。阿姨好了没？阿姨好了没？三百。来，在等你呢。好不好？可以买什么？没有。这个什么？五百块。两只，四只来五百块。五只给你了，好不好？五只五百块。老板，你拿，来。谢谢老板。哦，对啊，因为你没有在这边，我以为你要在这边。像我昨天在公园结束的时候聊，跟人家聊天忘记躲太阳了，好，三百块，我那个回去两只手跟额头就红起来了，来，离港的太阳，离港的太阳更毒啊，但我盒子装的虾子没有，没有今天可能就是整盒很香的虾子，这个两百五，这是上面白黑，海白黑，你同学啥？你啥？三块五吧。哎呀，我给我看看。有。打四个呢，我胖，比你还要胖。啊！你的卡车危险，无钱通买燃料，搁临时的。哎，无你要露露的看卖，你讲临时你要露露的看卖，去给捞的，见没？啊，露露的。五百，好不好？哎呦，哎呦，你话都重的哦。这个啦，这个买两只，一只两只，要不要？那一只不要，跟着那一只啊。到底要哪一株啦？好了。你干嘛酒量？可以。你起来，你卖走。你帮伊坐就好啊。你帮伊坐就好啊。你帮伊坐就好啊。你去人家。你请哪东西啊？哈，伊啊。阿妈也不错啊。阮家附近的拢伊专管。拢伊管哦，你等下爱顺街对无？是大姐。哈哈哈哈哈。两块每一个外头啊来，大家管。大姐，大姐吧，有伊管因就对啊。来久啊，来久来高呢。来，大五百万。五百块。新来啊，报到新来啊，报到了对吧？哎，我看算一把。哎，算一个先。这些。五百嘞。四点过来，五百。后切鳕鱼。五百。车要停李中国中那边哦。四四三早安。
要学伊吗？我要学伊吗？都在学伊啊！哎，我懂啊，来学伊啊！阿宝，阿宝，哎，你看那个怎么骂他？哪一个？你要什么？昂沙啊？我爸，我爹啊。看到没有？没有。好了，好了。昂沙。那怎么办？昂沙，我先我到。来。好，好，准备发。那个红包，给我。好，200块。这需要。没有，没有，有懂吗？没有。黑板是黑板是我的。包装不一样而已。那多少？好，我帮他们串前面的场的时间差不多了。对，现在他们可以开始卖哦。前面我要跟客人拉嘞，嗯，我的服务很多哎。那个500，那个300的，然后这个200帮我切。你可以帮我切小块吗？我怎么帮你切？那是硬的哎，那还在冰块，那有冰块哎。那这怎么卖？这个400，这个400，400。可以哦。要的，学一个，学一啊。学一个。嗯。来哈。学一个。这样就好了。啊。你要下的。你不老弟。那左一个。啊。又包。好，建智，你先去忙吧。缺一啊，记得去离港啊。就算没买东西也没关系，一定要帮我带话。哎，很多你那就算啊，他你头伤大，你拍个变干，一定要帮我带到这地方。来一两份，再来，再来一只皮包的，我较少，我一上班卖1000，包卖1000块嘞，哎，这还是三五过来，哥，这个三五怎么过来？三五的，好，300，不是，现在个人还有300，300块。然后还有蛤蜊，蛤蜊，蛤蜊买200好不好？好。好。啊，不好 Q 吧？就。他最喜欢哪？对，你不要说你说的，说我说的，说我说的，拜拜。先自去忙吧，拜拜。500，还到一些。好几位老弟，都走了，都走了，好，拜拜拜拜，拜拜。好啊，操！你看今天你靠近我，他一定会回啊，他一定会回。林老师哎，叶西亚虎啊。我大尾三尾有2500，看你安尼大细尾加四尾啦。哦。有啦，你计较你计较，我计较你赔。够做还要谁啊？500块。妈妈的这么大只，500块。你妈妈的那么大只。要500的啦，两只外面就超过500的啦，500块。给呀，你来，500块，再来，改，让叫人好好带回，不再叫给呀，你来，他一定会这样讲。哇，你来看，你这大车，敢弄不便宜啊？要1000了，装起来，我们可以，装起来。